同学，这场是高一丁和殷一丙。你们怎么两队都站在同一边？一队要在这一边啊，那么宽。对对对，这样子哦，这样壁垒分明哈、哦。来，选手请出来。刚才黄队先进攻，现在变成黄队白队进攻。好，这是我的声音。每一次呢，取得进攻前的时候，一定要去这个半圆圈里面哦，起球，好、哦，五秒要传出来，啊，这边两秒要传出去，要传出去，我们就这边要传出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还有呢，大家出来，好，然后大家这样子，来，各位。对方放了一个球，看呢。白队进，一个球。
小心。
然后哥防到什么时候？然后进球啊！有人进球了？有。啊，为啥要去罚？就是要全部罚完。报告被扣一分。假如你他们最前面投，他进了一个，后面的人就进了。黄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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